很开心我打到了50环。一开始当我摸枪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紧张的，在打完第一发10环之后心态调整了一下，然后每一枪都打得特别稳，争取以后保持现在的成绩。此次实弹射击是总队2021年春季新兵第一次实弹射击，为确保全程安全顺利，我们提前制定了方案，完善了各项措施和安全风险评估报告，同时为进一步夯实射击技能，我们采取体验射击、逐人过关、模拟程序、考核验收等方式，进一步提高新兵射击技能。